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和您信赖。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现场了，哎，很明显了吧，蓝色的飘啊，有没有？2020年的国瑞17980cc 汽油夸弧油电，2020年的。首先呢，像那么新的车子呢，我看到这个外面的样子就有点不妙，而且你看它这边还有这个。哎，要急了，闹僵啊！从这个现场的判断看得出，他是从这边慢慢爬上来的。好，我先看跑多少，快刀斩乱麻。哎啊，这椅子那呢哈？泰山很近哎，为什么近？我本来想要上车，你知道吗？这也太近了吧？哎哎，有里面香香的呢，为什么？哦，23467，快两年跑两万，哎，你也差不多一万而已啊。嗯。哦。水豚君呢？你以前我们去日本动物园看水豚君，有啊，去北海道看。我要修啊，北海道有水豚没刮？他们泡温泉啊？不是有猴子泡温泉吗？那你跟猴子一起泡过温泉？没有哎，我照镜子。因为猴子怕你，你心心啊。哎，看，没意外，我跟你讲，这撕起来是不是有伤痕？有可能。我看那边有没有？好了，我们先看一下外观，先看一下外观。你看，哦，哎。这更精彩呢，有没有？哦，蛮多的哦。另外的 linking， 哎，这到底是脏还是伤？哎，有啦，这边也有贴啦。我跟你讲，如果是对称的话，就不是伤痕，撕掉就没有伤痕。如果不对称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伤痕。不一定吧？哎哎，另外，啦啦，哦哎，哎哎，后保险哈，后保险也蛮刺激的哎。这么新的车保20000多，看起来不太像。而且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原漆啦，哎，因为考过就漂漂亮亮了嘛。嗯。哎，好欢乐哦，这车。哎，这里也有。啊，这张怎么会弄得像伤一样啊？哇。嗯。哦，这鬼门非常的不拘小节。我觉得这车应该是女生开的机会比较大。对。你也觉得啊？我觉得有可能。你的话你。塞什么烂梗？你刚明明就看到了。后车厢一定很刺激。我跟你讲，如果是女孩子的后车厢，绝对是很刺激。有没有？哦，哎，哦，哎，比你那个还长哎。哎，来啊，小三姐。哎，他这个呢，本来是不是有年尾翼？是不是？看到这，你知道以前啊演那个电视剧有没有打巴掌那种配音？你知道？哇！哎，伸腿配神鬼哦！哎，就你在后面配音啊。啊，如果下雨的话，就要拿绿豆，拿一个大的那个台啊，在那边刷刷，那就是下雨啊。哦，应该休季节，我来讲。哎，谢谢谢。这是卖什么的？卖银色的海报。哦。哎，哎，太给力了！哎，不给你们看，加入会员频道。哎，你依照生规，天蚕变嘛。哦，哇，你要慢慢框，慢慢框，你才可以从旁边框出来嘛。对，有没有蜘蛛来咬你？有没有？对对对。哦，要死我！哎，这几号呀？37号。你猜这身高多高？我刚都看到了。哎呀，我学聪明了哈！你这看这女孩子的车，我想说那个位置这么小，好不好？首次这个你要卖多少？我们今天终于又迎来了有车主的一天哦，有一个愿意上镜露面的车主，那我们就这个叫车主来帮你介绍一下车子好了。哎，不行啊，我还是先看车有没有撞好了，好不好？我先看车有没有撞。哎，这个门哦，有，该不会？哎、欸，没有啊，没怎样啊，哦，螺丝都没转的，我看完了，哦，你应该四颗螺丝都是好的，有没有？看两颗就好了，不用看到四颗。看不掉哎，哎，拔不起来。看我看。好了，原来的，好，这螺丝水箱架的原来的，啊，这是原来它这不是硬头胎，它是硬呆啥呆奥库啊？哎，原来这个新款的不是硬头胎 Mark 吗？好、哦，没撞。OK， 你看它这种上下车的地方有没有都有这种摩擦痕迹？啊，这种我混你看，这个一看就是女孩子的车子，而且是一个非常忙的女孩子，好不好？我们叫车主自己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车的用途啊，买多久啊，什么有的没？走，来，车主来了，我们欢迎这个小月。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晴月小月。哎，在哪里啦？哎，太过分了！我想说怎么没看到人？哈，哎呦呦，哎呀，好可爱。好，球球跟大家介绍一下特别来宾。第一，他是我的球球。对，这台阿提斯是你的第一台车吗？对，它是我自己买的第一台车，因为想说自己买的嘛，第一台一定要是新车，现在后悔了，早知道是买二手，随便开，就是不会心疼啊。刚开始像你看边边稍微凹到一点点，我就心疼要死，但是第一个撞到我的车人居然不是我，老板谁？是我姐妹啊。哦，你借人家，就人家帮你擦伤的。对啊，超感谢他的。欸，我看很多呢，后保杆啊，然后侧面啊，他只要他一擦伤之后呢，他在我心目中就失去了一些地位。对啊，你有洁癖啊。为什么这个车子啊的门啊，的边边会有这么多的伤痕？哎，好问题耶。而且你有贴这个哦。对耶，这个是新的就贴了吗？对，好，可见贴这个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因为这边当然是撞到啊，所以你个性是不是属于比较急性子？可能有一点大而化之的，对，感觉完全。我刚还没有看到人，我从这个车子上面我就隐约的可以感受得出来，对对对，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对待？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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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较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这台车上面。你觉得买回来以后有没有帮助到你的生活？我觉得车子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啊，一定要有帮助，不然我买它干嘛呢？所以你为了它也要租车位吗？我有租啊，一个月花6000，哎，3000块，也刚开始是6000，后来变4500。哇，好贵哦。对，你抱它会不会很重啊？好，有点重，还是你抱？我可以抱。可以啊，它谁都可以抱。等一下，我嫌它脏脏的，不认主人。哎呦，可爱吧？哦，这个抱起来大约是3到4公斤左右，跟我家汪汪差不多。好，哎，首次估车要抱着狗怎么估啊？那你开着车都有载它吗？可是我车上没有看到狗毛，哎，不太会，它不太会掉毛。哎，它真的很乖，哎。对，而且它不太叫，不太动，所以就很像摆饰品。难怪这也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刚刚后车厢发现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刚刚不让我清完之后再拍，很乱呢。清完太塞了，我们没有再清的啦。好啦，啊，这根是什么？这根是什么？因为我平常在家里面录歌，然后这个是架的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可以架在桌上。这个观众朋友有兴趣，也可以去他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对，可以在我 YouTube 上面，他会录一些 cover， 听到一些我的歌。人家有出过2张单曲，4首。哎，其实我们哎。对不对？我有录2首，对不对？我们算是同业嘛，可以，不然下次一起合唱也可以，好不好？好，哎，不要再随便揪人家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有海报哎。对啊，蛮多的。为什么会有这海报？这是卖不完的还是？就是我做完之后，我开玩笑没关系，懒得卖。我可以开玩笑哦。可以啊。好。哦哦哦哦哦！天蚕变出来了。对啊，我天蚕变。啊，因为我做完之后懒得卖，然后就一直放着。这个是要卖的哦。或有时候会用送的。那有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提供你个20张，你自己慢慢送。哦，有没有？泰山，你不要自己凹起来哦，这是要送观众的哦。那 IG 就不用宣传， IG 人应该是比我多，所以不用帮他宣传。那FB 对不对？对，佛系过生活。佛系过生活。对，大家喜欢看就看，不喜欢就回避一下我。可见你看我们刚刚的椅子就知道是这个原因啦。哎，欸，我刚想到那椅子那么前面怎么有办法坐上去？拜托。你上车调整一下你的坐姿，给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就这样啊，等一下还要再往前一点，这样啊。哦，这样蛮全面的呢，还这样我没办法上车呢，所以哎，欸，这种司机不错，你知道吗？你给他载后座超大，对，总裁式做法有没有？哦，要求有没有？敢骗车嘞？我跟你讲，如果他去当计程车司机，不仅这个椅子往前，隔壁座也往前，哇，哦，那坐到后面根本就是总裁的享受啊。对啊，所以你可以开 Uber， 生意应该不错。我也觉得我可以，你都会有5星好评哦。而且我喜欢开车，完全没问题。你看那里程数就知道我多喜欢开车。不会，那里程数很少哎。真的吗？你那里程数超低耶。真的吗？一年才开10000而已，很低耶。所以你都是在台北县市移动吗？没有啊，我都开去垦丁哎。那你真的真的，其实你开用它的次数应该不是很多。我是很喜欢开车的。啊，有想好要换什么车了吗？现目现在还在看，还在想。不是泰山，你不要。现在每次，你们不要为了流量密码，每次来宾都找这样，跟他讲话眼睛都不放开，是汽车哎，欸，我抓不回来啊！观众朋友每次在看女来宾，然后都一直在看我眼睛在看哪里，你自己看留言，我们是正人君子，好不好？不然下次有没有泰山你来估好了，还是我啊？
戴墨镜租车，那个观众都会一直在说，哎、欸，小师在几分几秒的时候有偷看，我没有啊，我没有，我在估车访问来宾，好不好？你们稍微有节制一点，我们不是那种频道，我们是专门在讲汽车的专业的频道。今天好不容易邀到特别来宾，你们不要再鸟摸我，你们再鸟摸我的话，是我自己送上门的，不是，我们再被鸟摸下去，下次都没有来宾，你们都没得看，没有海报可以拿。女孩吧，女孩子的车座椅下面会蛮精彩，我捞捞看要不要？捞吧。哦，有没有？哎、欸，真的假的？有东西掉下去哦，垃圾桶。哎、欸，这是什么？热敷、哦？没有啦，没有啦，热敷。看，我想说媽，妈拿到私密的东西，一次要用一包一包的，一颗一颗的。是零钱哎，500日币。对，日币。哦，这边干净呢。对吧？看另外一边，我看明星纠察队，下次我们就要去女来宾的闺房了。哎、哦，五块、这是五块。五块。有，我前面有一个零钱盒，这个是什么啊？这应该是那个芳香剂还是什么？哎、欸、耶，我刚好摸到。你都不怕被蟑螂咬？怎么会有蟑螂啊？这是什么？不知道。啊，这是我垃圾袋。哎、欸。鞋子应该会有两只，这个小叮当的百宝箱，你知道？对，应该会有两只。它就是你在海里面捡完垃圾，它就可以就装上来，不会那个。哦，对。哦，这个是在类似做那个公益啊，爱地球环保的那个。就是你闲着没事做，就去海里面游一游，然后捡一些东西上来。哎，不错哎。我找这个垃圾袋找好久哎。这样还不错哦。终于找到了，谢谢你。你看，就是多亏这些人，现在海龟都不会鼻子有吸管，都是不锈钢的。啊，那个现在的鱼肚子里都不会有垃圾袋，都是加2块钱买的环保袋。这个我大概啦齁，我们讯息中有跟他这个稍微的报告过价钱，可是经过这一番操作，稍微的这样看一下他外观的状况。哎，轮胎我顺便看一下啊，这么新的车我要看一下轮胎，20000多轮胎应该不至于怎样。有换过一个。哎，真的一个哦？对，因为开着开着它爆胎了。好像是就是这个哎。好像是右边那个哎，爆胎哦，在哪里爆胎啊？就是它在路上就破了，然后它破了之后我就引开，就开了之后它就很惨。哦，难怪这个轮胎这样，这个铝圈这样。对对对，然后它是那时候到修车厂的时候，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不是高速公路，是平面。是平面。哦，那就还好，高速公路很危险。可是它原本怎么会配南港的、啊？普利斯通。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就四颗轮胎都不一样。哎、欸，对啊，你应该不止换过一次哦、喔。换过了，好像两次了。对，你换过两次哦、喔。对，因为它这边两个轮胎跟那边两个轮胎不一样，这边是1:1，然后那边是一样的，所以这边两个换过，非常好。两边的花纹都是不一样的，太好了。你都是去哪里换的？外面的修理厂，不是原厂。我随便换，因为就是常常都在路边、欸啊，所以就是找经过我就赶快。哦，对，因为这紧急状况没办法，对不 对, 對？那接下来就是。我现在一番操作之后，我们就是要去研究讨论一下这个车的价钱，希望今天有机会把这一台这个外表很多伤但是香香里面香香的车把它买回来。好啦，那这个车快把它买起来，希望可以这个得到一些好运哦，让因为人家换更好的车应该是更好吧。嗯，换漂亮一点啊。你现在不漂亮就开了、啊、我知道你当初在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不是设定说哎、欸、我买回来就是先练习一下车啊，习惯一下有车的生活啊。没有啦，我开车技术本来就很好。你泰山，你再拍一下车子。哦，所以家里只有你这台车啊？家人，家里啊、哦，爸爸没有车。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划算的一台车啦。啊、而且这个车的折价，如果你当初是买，所以我是买保值的。对，这个车应该在市场现在算是很保值的车子。好，那我们就去那个瞧价钱。哎、欸，你要稳住我哎、欸。不要因为几张天蚕变，好不好？好好，那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成交，走吧。好。耶、yeah。哎、欸，对了，你的备用钥匙还有没有？不知道去哪里了。不见了。对。我现在用的是备用钥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但是陪你度过了一段时间呢。对啊。好吧。多少个在车里面大哭的夜晚。在车里大哭，我刚刚紧张了一下，我想说他在车里干嘛，吓了我一跳。我说：“哎、欸，你到底录了没？臭小子，你应该录了。在錄”哦，在录，想一下嘛。哎呀，我们共姐，好，哎、欸，
耶、yeah, ，我们终于这个成交一估了。好啦，这个不要太难过啊哈，不，下一台车会更好。谢谢你，尽心尽力。对，下一台车会更好。你没有做错事情。哎、欸，我们最后成交价要透露吗？你没差，我就没差、啊。我哦哟哦，坦荡荡呢哦。对啊，你没差。坦荡荡，好，跟我一样坦荡荡了。我们最后成交价格580,000元。好，我们这没有在唬的，我既然敢在这边讲，回来我就敢卖800,000。你要把它改成什么东西会飞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卖845,000，跟当初新车定价一样。对，非常没有良心。刚有在聊天呐、啊，他说当初他在买这台车的时候一毛钱都没有便宜，而且他其实本来他还希望我帮他推荐，然后后来我有朋友问我说，哎、欸、你买多少钱？我就跟他们讲，他说你完全没有打折啊，然后也没有比较便宜。欸、我刚刚有讶异到，因为我刚以为他在骗我，我说怎么可能这车有便宜？他说没有，一毛钱都没有。所以这个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太天真哦，不谙世事就会这样。没关系啊，下次你认识我们了，对啊，你可以跟我们泰山还是跟我要买车什么可以问一下。问一下不用钱，所以这个跟观众朋友也分享，因为买车卖车真的还不管新车旧车，还是要多问一下朋友才知道，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啊，更不要说我想这个车回来，你有得到他什么服务吗？没有啊，全部都自己购物赛。对啊，他应该要有什么服务？哦，很多啊，像你那个轮胎发生状况，你就可以跟他求救了啊。哦，是哦。对啊，我不知道可以耶，我从来没有打开过这里耶。轮胎剂。我连他有这个我都不知道，你看他多新、啊，而且还有一个打气机啊，从来没有开过，有没有这个车厢？还有这个、啊、保，就是你如果有余货啊什么，保利龙可以在这边保温啊。哇塞，他好适合放那种第二只手机、第三只手机哦。好啦，那这个喜欢小月啊，也记得去他的这个。IG、Facebook， 对，多多可以追踪一下。我就是过我自己的生活，要喜欢的话就可以留下来看。稍微跟他聊了一下，可以发现哦，他容易被骗是合理的，太过于天真，太过于快速的相信别人。大家也可以把他追踪起来，看他以后有没有机会在我们频道玩。搞不好下次你买新车也可以来我们频道分享一下。哎、欸，还是我可以买你们的车啊，看你们有什么。哦，可以哦，你依照你刚叙述起来的话，你这么好的客人，我们是一定没问题。对啊，买完回去不要再打给我了哦。我没有打给他过哎，我一发现我被坑了，就不要再打给我，我不想跟他联络。没有啦，开玩笑啦，我们这讲求服务的，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希望你打给我。真的哦？对，每天半夜3点起来这样。不行哦，会上新闻哦，不要乱来。好，下次见，拜拜。拜拜。啊，订阅频道，拜拜。好，谢谢大家。耶、yeah, 欸，哎，天蚕变啊，抽起来。天蚕变，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东西？现在小朋友都不知道，不知道天蚕变是什么。天蚕变。好，哎、欸，观众，如果从泰山这边寄出去，海报都粘起来，不干我的事哦、喔。拿去，你不要给他弄粘起来。哎、欸，我刚刚没看到这个是什么？我的香油钱。你在公庙？因为我就常常会载朋友啊，我就那时候我立志，我觉得我载人我一定要收香油钱，就每个人上车就要投个200到400，从来没收过。从来没收过？你们有钱？有啊，就变成后来我就是零钱就放里面。那怎么会有100的？就是有零钱就放里面啊。对啊，以前有一对那个老夫妻有没有？老公说啊，不然以后我们每做爱一次，你就铺满就丢50块。结果过了一年之后。他们就杀铺满，哎、欸，里面怎么也有500的，也有1000的。那老公说，哎、欸，奇怪，啊，怎么里面有500、1000？你是把它换成大钞？说没有，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小气是不是？今天早上就清菜。哎、欸，后边卧床海苔竟然开了，搁个加蕊。好吃哎。我不要，是不是？我好了。Frodo， 百年翁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